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发动机是如何工作的。首先我们打开发动机的混控开关，这个也是省电开关，有动作才转动，没动作在待机状态下。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？所有的动作都可以快慢。你们说这台挖机是正手版还是反手的？猜对了，我送给你。